4号，一则1001夜剧组群演爆料迪丽热巴耍大牌的消息引来无数网友热议。据悉，该群演人员发长微博爆料称，迪丽热巴在大冬天把群演赶出躲风的地方，后来他进来了之后直接跟导演说让他们出去等，把群演都赶了出去。该群演还爆料称，热巴拍戏不让围观，他拍戏的时候有群演围观，热巴特别嫌弃的说让他们离我远一点，并斥责热巴拒绝小粉丝签名需求，相当冷漠。而很多小群演找邓伦签名则有求必应，他们找邓伦签名，邓伦有给小孩钱，热巴小孩都不给。芒果拉新闻，仅一面之词，不可随意相信，拒绝网络暴力报道。